几楼到几楼住人啊？啊，一楼到十一楼啊。跟着住户脚步走，位于高雄盐埕屋龄约40年的12层大楼内部，一眼望去，左右都是小套房。套房太久没人居住，门锁损坏，干脆用铁链取代。入内一看，等待出售的空间，物品散落没整理，类似的套房得花多少钱买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这个小套房呢，是位在建筑物的11楼，那么可以看到室内的格局大概是7平多，而同一栋大楼有不到7平的小套房，成交价25万元。真的没听错，实价登录曝光，套房地点在大楼的4楼，6.62平，以25万元成交。对面的新建案大约5年屋龄，一平就要大约25万元，只有一路之隔，价位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因为民俗的关系啦，因为听到4可能会比较介意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一些新成屋甚至中古屋在4楼的价格上可能就不会那么漂亮。只是从外观来看，4楼的高度没啥窗户，搭错电梯还可能无法抵达。房仲业透露，同一栋大楼的屋主捡便宜，也不排除等待都更，大多是买下后出租，想用25万元买到一间套房，真的不是不可能。三立新闻黄大文，黄大文高雄报道。